咩看到天气咯？今日台湾北部啊有落雨，啊即东北部、东部、中南部啊，加即东南部地区加朋友，马祖全部拢是有即局部的地震状况，啊即金门的云是较高，详细温度做下来了解。台北部地区是24度到25度。中部地区是24度到29度，南部地区是26度到31度，南部地区是26度到30度。马祖天后金门马祖是22度到27度。